好啊？啊！打开你的门，欢迎每个小孩，伸出漂亮的将来。这什么鬼地方？怪里怪气的。走了，走了，哎呀，老姜说这个算命的很灵哎，他不随便给人乱算的。哼。 我看是没人敢来哟。哎呀，你这人就是这样，你跟他指腹为婚3多年了，他都变心。这个地方再恐怖，你也要试试看呐、啊。走啦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走了，走了。你不是说要算命吗？算了，就让他变心吧。快走，快走啊！啊 能解吗？嗯。怎么解呢？简单。你啊，今年红鸾星动，可以结婚。不过，要想让他不变心呢，童尿，让他喝。啊。 尿让常规喝尿啊！哎呀，喝尿总比变心好啊！姐，你不知道男人变心有多可怕，就让他喝。要几斤呢？洗澡啊，半杯就够了。哎，那还有呢？哎，用你未婚夫的头发、指甲啊，哎，再加上我这个咒符，一起化掉以后，叫他喝了。 保险他再也不会变心了。哎呀，谢谢您啊，谢谢。啊，哎，谢谢谢谢。到了。好了，妈，对不起啊，我们是走错房间了。哎，没错啊。啊？你们是谁呀？你，哎，你还问我们是谁啊？我们还想问你们是谁嘞？谁呀？ 你们在这干什么？神经病！啊，我们住这啊，住这的。是谁准你们住在这里的？房东啊，房东啊！我们每个月都交房钱，谁说我们不能住这啊？对啊。房东，跟我。啊？好嘛，别急别急。根据你们刚刚说的分析起来。 你们都是房客，是啊，我们都是房客。对。那个房东长得什么样子啊？长得差不多60多岁的老头，对，个子不高，个子不高，没那么矮了。啊，对，差不多这么高了。老姜，谢谢您，您真好，我们下次再来看您啊。那我们走了，谢谢啊。 你搞多少啊？2万呢？2万！哎，一人1半。哎呀，哪次少了你的了？老姜，我非打他的皮不可！哎呀！啊，我不能再看下去了，再看下去，我高血压都要出来了。瑞福，你赶快给我下去每一家看清楚，看这些女娃把我们的家折腾成什么样子了。我妈，你不依是不是？好，我马上昏倒给你看。哎，好，我去，你不要昏倒，你不要昏倒。这才是我的乖儿子。我下楼去歇着。 你给我每一间一间的给我查清楚，少了什么坏了什么，通通给我记下来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你们看什么看？走开！水龙头坏了。 我应该到机场来接您才是啊！哼，我要是早告诉了你，我还看得见你的本事吗？你说是谁叫你把房子？太太，我知道你误会了吧？我收的房租都登了账的。哎，您可以到书房去看这个账。好，你休想唬我！是。 老佛爷哟！爷，哎，小姑子，老姜太太真漂亮哎！好帅的男人！哎呀，你有点出息好不好？一个算命的有什么好看的？你怎么知道他是算命的？哎呀，你没看刚刚那个算命的穿的跟他一样的衣服吗？ 哎，你干嘛？大扫除啊？那，刚才我洗澡呢，他呢，看都有到。啊？那，看到以后，这种身材你也看呐？那好看多多有。二，你有毛病啊？ 不要那么凶嘛！嗨，干什么？看到男人就喜欢抛媚眼，抛媚眼你挑个好样的吧。哎，不许看我妹妹啊！回房去。去。你们中国话呢？看透人家洗澡的人怎么说？色情狂。 嗨，色情狂你！我没有，我以为里面没有人嘛。哎呀，你还真能以为啊！你干嘛不以为里面有人呢？你不要脸！你根本就是故意的。我，哼，金子，嘿，他看到你多少？哎，那不全看到。哎，不全看到，你没看到多少就算了嘛。哎，那全部倒看。全部倒看。嘿，哎呀，你还真无聊啊！你干嘛倒着看人家洗澡啊？啊？ 哎，不是，哎，镜子不可能嘛，人家不可能倒着看你洗澡嘛，那是不是你倒着洗给人家看呢？哎，你没事倒着洗澡干什么？哎，上面看到有，啊，下面看到有，前面看到，后面看到，全统统看到有。啊，你的国语还有够烂呐！你讲的是什么东西？我们猜了半天，什么不全看到，全部倒看，应该是全部看到。 全部看到有，你早说清楚不就没事了吗？讲了那么多，猜半天。好了，算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中国话，全部看到，站住！我没动啊。哎，你还真不要脸呐！啊，你什么人不好看？你看镜子，你搞清楚啊，他是日本人呐！你只要看他洗澡，就破坏了中日邦交，你丢了中国人的脸。嘿。 哎，老兄啊，你我都是男人，你想想看，他这种熟透了的身材，我会有兴趣吗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？你叫我什么？老兄啊！哈，我是女的。你，一样的财神哟。 老乡，太太明鉴了，我老家跟罗家真是忠心耿耿啊！你个头啊！我今天不让你头破血流，我就不信包！哎呀！哎，完了！咱们都是管理的头破血流，再来！好了！哎呀！妈，为什么你们？这怎么出人命了？我被那个气疯了，我要黑出他！ 好，您先坐下来。哎，老姜，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太太好凶啊！啊，太太？不是，这是罗太太，这房子是罗太太的，我是罗太太的管家。现在不是啦。啊，这个房子不是你的，那现在怎么办？通通给我搬家！不行啊！你现在要我们搬家，我们搬到哪儿去啊？不，老姜，你要想个办法。我自己都。 自身难保了，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想呢？不是你，什么事啊？哎呀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老太太呢，就是刚才那个男的他的妈妈，这个房子是他们家的，现在要我们搬家。啊，你们中国人呢，不给人家看洗澡，要搬家岗？哎，弄错了，完全两码事。什么嘛？你还想要什么嘛？ 你不要！不，你又误会。哎，他的中文怎么这么不灵光啊？骂你够用了，你跟他解释一下。还解释什么呢？反正中日邦交已经毁在你手里了。哎，你们吵什么？哎，老太太，你真的要好好管管你的儿子，他偷看女人洗澡。哎，你可不要胡说八道啊！哎，我可没有胡说八道啊，人证在这里啊！啊，他，你，嘿，我儿子看你洗澡，嘿。 今天要说是啊，哎是，我儿子难得对女人有兴趣，哎，竟然会偷看你洗澡。哎，看清楚了没有，儿子？有妈，你这是。老家。是。这个日本女孩留下来。 其他的通通搬家啊！金子小姐，你可以留下来。哎，谢谢。哎，不要搬家！哎，你妈这样不公平吧？这不讲理吧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洗澡的为什么不是你呢？干嘛要我洗澡？哎呀，老太太，没这个道理吧？没有说要当你们家房客，还得让你儿子看洗澡吧？哎不。 我妈不是这个意思哦！哎，哪条法律规定我们房客有这个义务的？我可不干啊！我还没兴趣看你洗澡嘞！哎呦，那你还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，连常规都没有看过。拜托你好不好？拜托也不给看。哎呦，我这是招谁惹谁？我的天哪！哎，这位先生，你不用叫哎。哎，我不是，我不管你是不是，就听见你一个人在给我狗儿子嚷嚷。我告诉你，你嚷嚷也没有用。总而言之，你们通通给我搬家。哎，那为什么镜子可以不用搬家呢？哎，我儿子难得对一个女人有兴趣啊，当然要留在身边了。啊，你儿子难得对女的有兴趣，那你是说他？对，我是对男人有兴趣。 脚哎呦，干嘛呀？脚哎呦，这，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我妹妹怀孕了。哎呦，她一定是刚才你们这样吵，她动了胎气。哎，那你赶快让她躺下呀。哎呦，好，现在我跟我妹妹是不能搬家了。万一她现在一动流产的话，你们要负责。哎呦，是你妹妹，不是你太太呀。啊，哎呦。 是个女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结婚了没有？哎呦！你看他那德性，会有人要娶她。谁说的？算命的说我今年会跟常贵结婚的。哎呦！好吧，你们两姐妹跟那个日本妞留下来，其他通通的搬家。现在怀孕了，你我忘了吗？哎，姐，你想到那个姓罗的，还是从美国回来的耶？嗯，从美国回来怎么样？比我还土嘞！我才不觉得他土，听说他还是那个哈什么毕业的，才不是呢，是哈佛。对了，是哈佛毕业的耶。不知道他在美国待了那么久。 那有没有弄个什么绿卡呀，或者是什么公民拿的呢？我还贵宾卡嘞！哎，拜托一下好不好？现在台币比美金值钱呐，有点自尊好不好？自尊，自尊能抵得了美金吗？哎，你给我注意了啊！你现在是怀孕呐，我们在这儿住不住得下去，就看你装得像不像了。啊！ 最讨厌了！你什么理由不好编？你干嘛编我怀孕？你看我这一怀孕，人家怎么会来追我呢？怎么会来追我呢？你搞清楚啊！你没有怀孕，他也不会来追你啊！你没听他妈说啊？他对女人没兴趣，那就是说对男人才有兴趣。嘿嘿。哎，切，那你要小心啊！人家不是说你像个男人吗？ 这个老姜啊，把这个屋子折腾的跟他的人一样，所有的零件都该换。微笑的阳光，安慰着那小雨，让那青春的风景吹进沉默的窗里，伸出害羞的手。 用心感觉，让我们做个朋友。老样子。明天他们把门锁修理好，我就修理他。我赞成修理他，修锁还要花钱呢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跟那个糟老头怄气了。我们来谈一些青春有劲的话题。儿子，你是不是看上了那个短腿的？谁啊？ 那个日本妞啊，你不是偷看她洗蹦蹦吗？哎呦妈呀！我连她长什么样子我都没看见过，真是倒霉我。其他的地方都看见了。拜托妈，不是你想的那回事，都是那个男人婆搞的鬼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要跟你谈这些，我要准备资料，明天还要见校长。儿子啊。 你这次客座教授交换期是1年，你可是要好好的掌握这1年喽，找一个合适的对象。妈，人家花钱呢是请我回来教书的，不是请我来打猎的。边教书边打猎，那不是更好吗？寓教于乐呀。妈，你这是什么跟什么呀？我的天哪！哎呦，我不管，你不急着结婚，我还急着抱孙子呢。 妈，你还年轻嘛，你干嘛急着当奶奶呢？我就是要找个小家伙跟着我旁边叫我奶奶，才显得我年轻啊。太太，早安。我正准备把早餐送到房里来。今天我在楼下吃，你吃过啦？我永远是习惯等您吃过以后我才吃啊。瑞福呢？他出去打拳去了。这些房客呢？叫他们一块儿下来吃。啊，一块儿吃啊？大家住在一间屋子里，大家熟悉熟悉总是好的。是是是，那我这就去叫。 啊，哎，你早，老姜。早安，请。哎，房东太太早。哎，叫我罗妈就好了啊。这是你的孩子啊？啊，不是，这是我妹妹的。嗯，叫罗奶奶。罗奶奶。哎呦，多大啦？我8岁。嗯，好乖哟。饿不饿？来，吃早点。啊，不用了，她不饿，她。 不要客气嘛，来来来，坐下来一起吃。老姜，不是，再加2份。是。嗯，乖啊。妈，早啊。哎，来吃早餐。我冲个凉就来。哦。怎么没看见你妹妹的先生啊？哦，他们很早就分开了。 离婚了，我从来都没有看过我爸爸。哎，那是我们不让他看你的，你不要乱讲。不是，因为我那个妹夫啊，他不太负责任嘛，所以我妹妹跟他在一起1年多就分开了。哦，咦，她不是怀孕了吗？啊？哎，是是是，怀孕了。那个孩子是？妈咪要生弟弟啊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知道干什么？大人讲话不要插嘴。 吃你的东西，哎，对对对啊，你吃东西啊。他又结婚了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他让人上车了？什么车啊？那个车啊。哦，那个车，对，上了。啊，不，我妹妹这个人好说话。这种事怎么可以好说话呢？啊，对，后来他就不说话了。这是什么话呢？ 让人上了车就不能不说话。那个人没打算补票，搭个便车嘛，怎么好意思让人家补票？哎，不行啊，非找到他不可，一定要让他补票。啊？那他没钱呢？那你们就这样算了？那怎么办？可怜呐、啊，可怜是肚子里的孩子啊！哎，孩子上车股票哦，股票哦，哎，谢谢。行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来来来，不要客气。走，老乡，嘿，三人好，哎，进，走，小妹妹走。 哦，好好。我忘了刷牙了。上课了，上课了。对不起啊，你慢慢吃啊。再见。再见。还什么白呀？哎，记住了。 大肚子被人家甩掉了，谁呀？你呀？难道还我啊？去去去，跟房东太太打个招呼去。嗯，我大肚子被人甩了，我大肚……嗯，来来来来，快！房东太太早。哎，早，快坐。哎呀，你呀，真是个糊涂蛋呐！我是糊涂了。来，多吃点啊！ 啊，这么多啊！我哪吃得下？我正在减肥耶！要死了！你现在最需要营养，怎么可以减肥呢？啊，对，我需要营养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了，你心里一定非常的难过。可是呢，事情一定要解决的。告诉我。 你有什么打算没有啊？我慢慢吃，啊，慢慢的想。我呀就最恨这种人，我儿子啊就是碰到这种女人，所以他现在才。吃。哎，走啊。怎么了？哎，怎么喝奶？哎，喝奶啊！哎，瑞福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帮你拍拍。哎，喝呀，赶快喝呀！你快喝，快喝！怎么会这么厉害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！哎，娘，你快！你看你妹妹怎么会这个样子？赶快解决！没关系，我来。哎，我先代推一下，站起来给我妹妹看一下。看哪里？下半身啊。 哎，我先拜托一下，站起来给我妹妹看一下。看哪里？下半身呢？什么？哎，你们不是让我治她的打嗝吗？那你站起来给她看一下就好啦。站起来！你不要老是以为人家上半身没穿，下半身就光着。不是，我妹妹有个毛病，她看到男人不穿衣服就会打嗝。她。 平常都这样，你以为男人都跟你一样，没事围个浴巾到处乱跑啊？你今天非叫他出来不可。妈，零钱在这，电话在这，你不叫他出来把话说清楚，我跟你没完。静静，不要这样嘛，有话好说，我不敢了。有话好说，你不要跟我说，你去跟他说啊。 我不敢说、啊，那你叫我怎么办？你非要等我肚子大起来以后你才敢呢、啊。我跟他，你总要选一个吧你。我不敢嘛。你真是气死我了！那你当初跟我的时候你怎么敢呢、啊？我不行了，不敢说了。好，你怕我不怕？你不说我去跟他说。 倩倩，不要这样！你给我放手啊！不要了，我怎么敢放嘛？那你就打电话跟他说，你要跟他分手，要娶我啊！这样子好不好？娶我是一定会娶你了，不过咱们别去告诉好运好不好？咱们去法院，简简单单公个证啊。去法院简简单单公证，你以为我林倩倩没人要啊？你结个婚简单单的，我告诉你，我要在大饭店请客请100桌，而且还要登报纸上电视。那不行啊，好运会知道哎。告诉你，算了，好，那你以后不要缠我，我们俩一拍两散算了。你去找你那个男人婆。好。嗯，那你呢？ 我去把肚里那个姓吴的种拿掉，拿掉！哎，倩倩，可千万不行啊！我都40岁了，好不容易有个种，你千万不能拿掉啊！打不打？哎，好了呀！你算命说什么要头发呀，还要指甲，我看他简直是满口胡说八道嘛！哎呀，你这个。 吃的啊，虾子还有蛋啊，来吃啊，补一补啊。我刚吃了饭，哪吃得下啊？又不是要你吃饱的，这补的嘛，吃一点喽。我说不练补的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什么？好了，月呀，嗯，我有话要告诉你。哎，好，来吃。嗯，我也有话告诉你。我昨天啊去看一个算命的，他算我今年会结婚的，他说你会娶我，哎，那我们结婚。 谁会娶你啊？你呀、啊，算命的说的啊！你怎么搞的嘛？把东西都吐掉了，你知不知道这个多补啊？来吃掉，不可惜了，吐掉。啊，叫这啊，这个从长计议啊。吃个东西补一补还从长计议，你真是的。哎呀，我说的是结婚事儿啊，叫从长计议。结婚的事情还要从长计议啊？长贵，我都已经30多岁了。 你真的要把我拖到人老珠黄啊？哎呀，这也没什么关系嘛，反正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那老嘎嘎的样了，再等几年无所谓。老嘎嘎的，你说我老嘎嘎的？不是的，你晓得我不是那种人了，我不会在乎一个女人的美跟丑嘛。女人到一个年纪一定会老的嘛。我是说我这个人比较在乎内在美。 对，你是真的觉得我有内在美啊？哎呀，我说的不是那种看不见的内在美，我说的是看得见的内在美啊！你说什么啊？哎呀，算了，好吧。哎，常贵啊，那既然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赶快挑个日子，我们来结婚吧。你怎么了？你今天怎么一直吐啊？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 啊！好了，不说了，反正你也听不懂。我去上班了，我来不及了。哎，可是我有话要跟你说啊。晚上再说了，再联络。哎，长贵，糟了，忘了把他的头发跟指甲剪下来了。就这样子撞人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突然跑出来，我没看见。好了，冒失鬼，讨厌。嘿嘿，倩倩，怎么样啊，常贵？什么东西怎么样？你不是去跟他谈判吗？说清楚了没有啊？说了，那好像不太清楚哎。 笨呢，那他有没有跟你闹？他有什么好闹的？你有孩子，他没有啊。说的也是嘛，常贵你真好哦。哎，那什么啊？红色炸弹呢？吴常贵、林倩倩，我们的。对啊。啊。 因为我知道你忙嘛，所以我就把喜帖都先印好了，而且饭店也找好了，主婚人找好，证婚人都找好了。啊，那日期呢？哪一天？就这个礼拜天呢。哎哎，我给那个男人婆也寄了一份呢。嗯，4点钟这班邮差，他大概马上就会收到了。你给他也寄了一份？哎呀！哎，干什么啊？我要去找他说一说。 你跟他说，你就给我试试看啊！走啊，走，走了，走了。来，谢谢。啊，少爷回来。哎，老姜，谁？刚从我们家出去那个男的是谁呀？ 哦，那是郝小姐的男朋友，叫吴长贵啊。哪个郝小姐？郝运呢？哦，那也难怪了。我刚看了这吴长贵啊，跟一个女人在一起，那个女的比郝运漂亮多了。小声点，少爷，郝运在里边呀。郝小姐，啊，您的信。哇，一开帘就有炸弹呐！哎，老姜，我这个放在这边，你不要动啊，留给长贵的。 留给他呀！啊，糟蹋啦！干嘛啦？常贵在外边不太规矩哦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有个女朋友在一起。对呀，那个女的长得甜甜的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当然知道啊，我认识她，她跟我跟常贵都是好朋友啊。她叫林倩倩。可是她跟那个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啊，这个样子啊，不是平常那个样子喽。 对呀，我跟常贵也很哥们啊。哎呀，他比哥们还要哥们呐！老姜，我跟常贵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对他太了解了，你少挑拨他。不是，那少爷他，少爷，郝小姐，哎，我想请问，你跟那吴常贵先生，认识多久了？我们从肚子里就认识了。啊？我跟他是指腹为婚的。 那吴长贵先生，认识多久了？我们从肚子里就认识了。啊！我跟他是指腹为婚的。这什么时代，怎么还有这种事情呢？哎，你管我？哎，哎，老姜，你去忙你的吧。是是是。郝小姐，我想单独跟你谈一谈。哎，你请坐，坐坐坐，请坐。 是这样的啊，感情方面的事情啊，我曾经有过很深刻的体会。这男人跟女人之间的爱情，其实并不如想象中的甜蜜。有的时候啊，它的痛苦的这个成分反而比较多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的意思是说，男人跟男人之间的感情比较没有痛苦。哎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不，也不全是这个意思。我真正想说的呢是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呢，很单纯，是平常傻乎乎的。你才呆呆的嘞！姓罗的，我告诉你，第一。 我见过的世面多了，我在外面混的时候啊，你还挂着2条黄鼻涕呢。第二，我是个女人，我是个道道地地的女人，你少打我主意。 变态！哈哈，倩姐，累不累啊？不会啊。不会啊。不过我看起来啊，你好像是蛮疲倦的样子，要不要进屋里休息一下，睡个觉？跟你说不累嘛。哎。 睡个美容觉，来，我保证你啊，你睡觉一起来呀、啊，容光焕发。美容你个头啊！我晚上还约了客户，马上要出去。那好。嗯。哦，那不好。我本来是说，我晚饭跟你一块儿吃。那我可以取消啊。啊不，你可不能取消啊！这老板呢会认为你啊工作不负责任嘛。怕他是吗？ 反正我马上结婚就不干了，长贵啊，我这个老婆嫁给你以后可是要你养的哦。嗯，那当然，没问题。哎，你出不出去啊？我没说我要出去啊。好吃哎！好吃啊！不错。啊？要不要吃一吃？不要。邮差版啊，喜帖送到，好用5分钟的情绪反应，10分钟它就会到这儿。哎呀，没时间了。倩姐，啊。 19、8、7，好了，哎呀，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月。 方的，薄薄的那个，红的，什么东西啊？就是那个结婚，什么结婚啊？结婚喜帖嘛。什么结婚喜帖啊？哦，你说这个啊？我还没看呢。还没看，那正好，你别看了。你不让我看。你别看了。哎，哎呦，哎，吃下去了嘛你。哎呀！ 弄成这个样子，我怎么看呢？你干嘛不让我看呢？谁的？我不想让你知道嘛。为什么不想让我知道？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嘛。给我一个惊喜。啊，长贵，你是说这个喜帖是你跟我的？是啊，哎，讨厌呐！你怎么这样子啊？都不让人家先知道，真不应的啊！我怕你会拒绝嘛。人家不会啦，那个算命的都说我今年要结婚，那就是要结婚啦。你定在什么时候啊？嗯，哦，下礼拜天啦。啊下个礼拜天呢？那我怎么来得及啊？我回去准备了啊！讨厌啊！这个我……陈掌柜。啊。来。嗯。陈掌柜哈，干嘛呢？哎，你干什么了？哎，我刚买的剪刀，试一试剪刀利不利？ 不足天师脑筋歪歪，哎，小姐姐，姐，你回来啦？怎么样啊？哎，那算命的好像很准哦。怎么说呢？常贵真的要跟我结婚嘞？真的？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啊？就是刚刚啊，他连喜帖都印好嘞。不对呀，常贵不是做事一向拖拖拉拉的吗？ 怎么这会儿突然间这么干脆了？你是不是给他吃了那个算命的药了？没有啊。哦，对，他的那个头发跟指甲我已经弄到了。嗯，好，那现在就差童药了。哎，那童药到哪里去找啊？别急，我来想吧。妞妞，喂，站好，要赚钱就听我的。妈咪，人都来了，介绍费。什么介绍费？妈咪没有收你伙食费都不错了。好吧，你不给我，我就上他们车好了。你要收多少？业务。小白的。哎，哦，人都来了。是啊，你没瞧着一字排开在那恭候呢。啊。 这是我大妈，这是我妈咪。好啦，小朋友好，好大妈好。哎，好，那个妞妞，哎，你有没有跟他们讲他们来干嘛？吃瓜。那个好大妈有一件事情要你们帮忙，你们知不知道？知道。知道什么？知道我们要去哪？对。一人一把。好，1人100，比汽油还贵啊！那没办法呀。那现在干嘛？你现在带他们去嘘嘘啊！121，121，121，121。我刮胡子有什么好看的？不是，对不起，罗先生，你可不可以让一下？这为什么我要让一下？我先进来的。不是，因为我们有很紧急的事情啊。我刮胡子也很要紧啊。哎。 老大妈，我们要不要走？为什么要走？这是公用厕所，我们为什么要走？对啊，这是公用厕所啊，我没有权利赶你，你也没有权利赶我啊，这才是民主社会啊。对。哎，你这样会尿到裤子上啊！不用你管呐，来，好乖啊，来。 对不起，能不能让一下？干嘛？我的尿都让你熏出来了。熟悉的路来来往往，一张张青春脸庞，把忧伤丢在路旁。不管世界有多匆忙，随着音乐摇摆的她，像一朵。